这出戏终于落幕了。不是落幕，是序幕刚刚拉开。说的也是，他们看到这么多的黄金，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了。哼，其实这不是黄金，这是一扇门。门，一扇能够改变命运的门。如果他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，咱们今天这个局就没有白设。 子云的病又反复了，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童医生说了，他在给太太换新药用，这也是他自己坚持的，虽然有很大的副作用，但是总体来说，我觉得他的身体已经比以前强多了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加大一点剂量吧。加大剂量？这样不行吧，会很危险的。 总比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强吧。嗯，等等，让我来。姐，喝药了啊。 子云，医生，药已怎么回事？子云，你快看看，怎么回事呀？高老板，您先别急，这药本来就是有副作用的，我现在给他打一支安定针，一会儿就好。子云，姐，停止用新药，记住了。 哎，这位姑娘，有什么事？啊？报告。 杨司令急电，嗯，又要钱，我哪来那么多钱？吴副官，在。我们来到九江之后该收的税，该收的税已经收了，可是还不够啊。看他们上厕所的收茅厕税。 吃饭的收饭税，住店的收，睡觉税，做梦税。可是师长，这料仲恺一直盯着我们呢。我们要这么做的话，他会抓我们小辫子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把司令的手谕顶回去吗？哎，对了，师长，这段时间蚕丝交易比较火爆，作为一种特别附加税，蚕丝税以前在华东、江南一带是必收税，而且不需要上报。 您看，嗯，对，就收蚕丝附加税，去贴告示收钱去。是，还收啊？还让不让人活呀？不让人活呀！不让人活呀！佛山那边已经出动了，你放心，广州、商团这边我会选择合适的人选。好，好，知道了。 哎呀，吴先生，来来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哎，九江的事确实触犯了商界的利益。哼，陈老板，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。如果商团不出面的话，那会威信扫地。哼哼，是不是你的那位堂兄又准备派人去了？你觉得谁去合适？ 你既然问我，那当然是高云飞去了。
是啊，以能力来说，他是无人可及呀、啊。可是，这个人为人狡诈多变，我只要他和孙中山拼个两败俱伤，哼，你们还担心高云飞会背叛你们？陈老板，哎呀，高老板，我可是等你等得心急如焚呐！我听说九江那边出了点事儿。是啊，九江商团和滇军的矛盾正在升级。九江商会和乡民联名致电广州商团总部，要求按照联防协议出兵增援。佛山那边已经派出援兵，我们广州这里……您的意思是让我们也行动起来？实在有点说不出口啊。我堂兄啊，权衡再三，还是觉得你的队伍最有战斗力，不知道你肯不肯呢、啊？陈老板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太好了，所有的武器由我们商会来出，而且是最精良的。那我先在这儿谢过你了。让他们收拾一下，我准备带大队出征。你怎么了？愁眉苦脸的。我觉得陈孝和分明是把我们当枪使。他这点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不过我们也可以把他当成一把钥匙。怎么说？我们训练商团训练得再苦再累也是默默无闻的，但是陈家这个戏台子可以让我们扬名立万，而且九江这个码头天高皇帝远，我们的对手只有方世焕这个草包，正好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机会。哦，这么说来你是去演戏的，我还以为是个苦差事呢。那这样我还不如留在家里数钱呢，你说呢？看你是本性难移啊。等矿上源源不断的金子送来，我们再把滇军掌握的银元和毒品渠道弄个畅通无阻，到那时候你数钱数到手软都来不及。好啊，其实我等这一天啊等了很久了。哎，不开玩笑啊，你去九江，我留在这里把你所有的生意接过来，放心，会和以前一模一样的。好啊，但你呢也别忘了找方子慧，因为方子慧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我要拿他做方世焕的命门。放心吧，家里的事情都交给我了。喂，干嘛这么奇怪的看着我？我以前挺讨厌你油腔滑调的，但我现在觉得倒也习惯了。有件事情你可别忘了，你要好好照顾你姐姐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两头为难的。再说有钱挣，我干嘛不高兴呢？现在上去看看紫云吧。好。太太，那我先走了。哟，童医生也在啊。高老板，你没有给太太再用乱七八糟的药吧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先告辞了。嗯，紫云，怎么样？我看你是好多了，我很高兴。我现在出去办点事儿，你好好休息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希望你比现在更好。剑锋，如果你还认我是姐姐的话，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承诺吧？我从来没有忘记那些事情，而且永远都不会忘记。那就好，不过你自己也要小心啊。高云飞是很多疑的，只要我表现得越贪婪越下贱，他就越会放松对我的警惕，所以我会一直这样表演下去的。都是你，你自己要注意安全，懂不懂？我知道，
再说，他马上就要走了，我也没有机会了。别想那么多了。你呢？现在要好好治疗，不要着急。我觉得那个童医生，他很可疑。虽然我不知道他的来路，但是我想，反正是高云飞的敌人，多一个帮手总是好一点。我看未必。不过你现在所处的位置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好不好？嗯。我们争的不是一朝一夕，我们争的是要让高云飞身败名裂。月白兄，你怎么也学起年轻人的时尚了？啊，你真的嫌我老了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快请进吧。啊，好。剑锋，你的鞋子脏了。姐，别秀了，歇会儿好吗？你有喜欢的女孩子吗？没有。你看，你这么不会照顾自己，你可以找个女孩子了。要不然，爹娘会不高兴的。是啊，爹娘会不高兴的。所以啊，傻小子，不要管姐姐了，找个媳妇儿，好好的成个家，去过你的好日子吧。姐，我的事情呢，你不用操心了。现在最主要的是你的身体，你要是身体不好的话，爹娘是会不高兴的。你说呢？只要你好起来，我就找媳妇儿，我就成婚，好不好？商团到底是什么性质？它对革命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？现在革命军就要北伐了，我们能放心地把广州交给商团吗？沈小姐真是忧国忧民啊。哦，对了，沈小姐，那个小茶壶他最近来找过你吗？啊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啊，这个人是坑蒙拐骗，什么都做得出来的。没那么严重吧。哦，请留步，沈小姐。再见。丹妮姐。嗯。小茶壶，好久不见了，听说你……哎，不要听说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嗯，我相信你。嗯，丹妮姐。嗯，其实我是想来跟你说，高云飞带着商团去了九江。他跟方世焕已经有勾搭了，所以你们要提前做好准备。小茶壶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嗯，无所谓看错不看错了，最主要的是我相信你们。对了，你跟那个吴月白很熟是不是？还好吧，怎么了？我不太喜欢这个人，阴阳怪气的，有问题。这样，谢谢你善意的提醒。走了，再见啊。嗯，再见。报告，这几个都是商团骨干，刚才还打伤了我们一个弟兄。拉出去，统统毙了。等一下，
玉兰堂高云飞来拜见吴营长。高老板，救命啊！高老板，高老板，救命啊！高老板，高老板，救命啊！高老板，救命啊！高老板，你单枪匹马是来劝架呀？哈哈哈哈，我可不是来劝架的，我是来劝吴营长离开九江的。高老板，请。好，请。吴公子在这里驻守真是辛苦了。那有什么办法，这信方他自己躲在军营享清福，却让我帮他擦屁股。高老板，干脆你假戏真做，直接冲到军营把他做了算了。那怎么可以呢？这个姓方的再是个草包，现在还有利用价值。不过这次倒是你的一个机会，你可以班师回广州了。能回广州当然好了，可就这么空手回去，又得挨杨司令的骂了。哎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这场冲突是在所难免的，而这场冲突也正好是我们商团和杨司令需要的。至于你是不是空手回去，我早就被你准备好了。谢了。嗯。上下九那一带是谁去的？啊，是阿里，以前大少爷的跟班，钱货交易是他带人压阵，然后钱是由大少爷自己压来。不行，以后由上下九分堂的堂主去管辖，钱直接汇到这里入账。嗯，既然我们今后的摊子要铺大，现金的回收一定要加快速度，不必要的手续全部取消，叮嘱他们做事情要小心，我们什么都不忌讳。我就担心孙中山的执法队。是。没想到沙龙还别有洞天呢。这只是图个方便罢了，哪比得上你们玉兰财大气粗啊。放着老屋不住，你们家老板还在外面金屋藏娇。好了，我们不扯了。实话实说吧，高云飞走的时候通知我理清所有的交易渠道，我想了半天，只有找于小姐你才是最直接最方便的。我凭什么跟你们合作啊？凭什么？其实就是凭钱。于小姐，你现在需要钱完成你的任务，但是需要钱一定要有一个稳妥的合作伙伴吧。很巧，现在方市长站在我们这边。那是你们用了卑劣的手段。是的，没错。但是于小姐应该知道有一句话叫做钱是万恶的根源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说简单一点啊，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。很简单，只要你跟我们合作，不仅有利于我们，我相信这个利益对你会更大。那你现在是代表高云飞来跟我谈吗？错，现在高云飞已经不再是我的老板了，准确地说，我是他的合作伙伴。是吗？钱都是为了钱，这害人的东西。啊，安，你先下去。
这就是高云飞的关系网。我想，你应该能够体会到我的用心。我不再给你多解释什么，只是想提醒你一点，我们需要耐心。这是我在药箱里发现的。这个高云飞，说他聪明吧，但他居然众叛亲离。您不是要跟他合作吗？合作都是为了利益。他今天跟你合作，明天他也可以和你反目。您的意思是，我无法理解您的想法。对你而言，多一点选择，这不是一件坏事。嗯，但是这件事情，你绝对不能跟任何人提起，我们就坐观其变吧。另外，你要在高云飞和萧子云之间挑拨离间，你要获得萧子云对你的信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他的口中多了解一些高云飞的情况。知道了。妈的，都跟我玩脚踏两条船的游戏，将来不迟早把我当成送给高云飞的点心？当了点心也就罢了，就怕最后连个全尸都没有。怎么说话的？最多我去找高云飞说个明白，带人灭了姓吴的。哎，别！大少爷，你弟弟什么脾气你最清楚不过了，你可别有一点侥幸心理。要让他知道你背叛他，那你肯定死得很惨。你总得想想顾先生吧。哎，还有我。那要是不找吴月白合作，那找谁啊？那我总不能找孙中山举报去吧？这匿名举报倒也不失为一种办法，不过首先要考虑合作的问题。大少爷，你有没有想过直接去找他们的庄主啊？罗秋燕。啊？老实说，我不想跟你们高家打任何的交道，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去找吴叔叔吧。如果你的吴叔叔能解决，那我就不来找你了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我说我们家阿弟和吴月白有某种默契，你信还是不信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证据嘛，我暂时没有，不过有一件事倒是人证物证都有。吴月白、吴敬飞父子背着你搞了一支商团军，就在城外滇军军营附近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的提醒。你不介意？行了，我还有事情，如果你的话都说完了，你就请回吧。罗秋燕，你撑着吧，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一事实，但我既然来了，自有我的说法道理。现在我阿弟热衷于走私买卖，这势必要对你们名门正派产生威胁，你们早做打算吧。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阿豹生是罗家的人，死是罗家的鬼。好，阿豹，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。今天说的一切都把它忘了吧。还有，你去帮我收拾一下东西。嗯。吴叔叔他是我的长辈，我一定不会和他反目成仇的。阿宝，出远门要带的东西，该带上的都带上吧。嗯。
高老板，真是了不起啊！这次呢，给你表现的机会你把握得不错，也给我们广州商团争了口气。我堂兄再三叫我向你表示感谢呀。其实这次快刀斩乱麻也是有运气的成分，付出了不少代价。你知道方世焕那个王八蛋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。钱是不会让你白花的。你去九江的路上，我堂兄就通过麦克和香港的南利洋行谈妥了，购买9000支长短枪，还有300万发子弹，合同都已经签了。啊，真的？请坐。请。不过这笔交易啊，牵扯到一大笔钱款，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。那么需要多少呢？足有100万支炬，到目前为止还需要一半。那么请你去转告你的堂兄，我高云飞愿意以金矿的收益鼎力相助。好啊，高老板真是个爽快人呐。等新武器一到，我们就优先提供给你们啊。好，但是有一点我还不放心，这批武器元帅府会坐视不管吗？这个当然要申请枪械许可证了。啊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会通过一些上层关系来搞定。好，只要通过正规渠道应该说没问题。不过这样一来的话，又得增加一批开销啊。啊，开销不是问题，如果你这里需要，直接让人去找我就行了。只要这批武器装备到商团里，那我们就拥有一支惊天动地的力量。所有的渠道我都理清了，而且增加了负责人，这是这几天的账目，你看一下。好啊，真是没想到，那么短的时间你把账目理得那么好，而且管理得很清晰。大哥，你看看你请的那些人做了这么多年，还不如他做几个礼拜呢。好啊，以后让向老板管就是了嘛。你大哥充其量不过是个带兵的武夫，事儿管得越少越好。嗯，行啊，那以后商团的事儿你就多操心了。好，小茶壶，嗯，这边的事儿你要多帮帮我了。但是有一点，这个账是做得漂亮，但是账上得有钱呢，你得催促矿上那边加大开采力度，我需要在短时间里在账上多出50万大洋，你能做到吗？嗯，放心吧。我相信他们会有很大的动作，而且这种动作会超越你的防备的。嗯，谢谢你的提醒。嗯，关于高云飞走私鸦片和黄金的事，是不是越来越变本加厉了？现在他们有滇军和于兰星的帮助，广州的这些生意全在他们手上了。这些违法乱纪的事必须得到及时的制止。嗯，哎，高云飞的性格你应该知道。他做事很谨慎，很少露出马脚来，所以啊，军政府抓不到任何的证据，很难定他的罪。现在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了，那些银元和鸦片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，他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云南开金矿的事情。要记住，开矿是需要钱的，他现在缺少资金，所以他一定会在走私上兑现更多的现金。我们不如先把那些人给放了，然后再把他们给抓回来，怎么形容呢？那个叫欲擒故纵。看来你现在学会不少东西啊。不是我学会的，是以前我在跟云飞少爷的时候啊。好了，不提他了。对了，我现在想，以后等他交易的时候，他总会露出马脚，我们抓住他的把柄，再定他的罪。你这样的考虑非常周到，我会把他大量筹钱的事情向上级汇报的。嗯，关于他走私的渠道，你能不能弄点资料？哼，你问我就问对人了，我有玉兰瓷庄上下酒堂所有交易的流水单。好，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，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他们走私的证据。嗯，太好了，拿来给我看看。好。怎么了？
你干什么呢？啊，姐，你有没有看到我有一封信掉在你这儿了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你真的没有看到过吗？姐，其实我和你一样报仇心切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必须听我的，为了找到机会要耐心等待，要不然的话我们会前功尽弃的。真的没看到吗？等等，你自己要小心啊。你放心，我会的。高老板从九江凯旋而归，我还一直没有为你接过风呢。云飞有今天的局面，月白兄可是出了不少力啊。哎，那还是你高老板的能力强嘛，要不然商会那个陈老板会那么器重你啊？啊，至于那批武器，他已经跟我说了。好，那我今天就一并恭贺吧。其实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？不过，我总是觉得事在人为嘛。而且现在天时地利人和正好是壮大势力的时候，我想好好的干一番。不过我还是那句话，还是要请月白兄好好出出力呀。谁不知道你高老板现在是兵强马壮啊？啊，出力的人还会少吗？我有什么人？我的人最多是两个，一个是我大哥，一个是我内弟，两个人都是有缺陷的。哎呀，令兄的缺陷啊，我们就不要多说了。至于你那个内弟小茶壶，那谁都知道，他可是个人精啊。这个人精我还是一言难尽呢，他跟我之间有点隔阂，想必月白兄也是知道的。不过最近还好，他想通了一点，他现在觉得钱是很重要，所以我目前还姑且用用他。他对你而言可不是姑且用着，而是用处还不小呢。啊，至于这个小茶壶，他爱财还是爱什么啊？我倒还是要提醒你高老板留个心眼儿，毕竟人心隔肚皮呀。难道月白兄又听说什么消息了？啊，那倒没有，不过我也算阅人无数啊，还是有点眼光的。月白兄一定是具备眼光的，我只是盼望着月白兄早一点过来，我们能一起合作，好让我高云飞也能够早一点过几天消息的日子。嗯，放心吧，你的邀请我一定考虑，那个小茶壶我们也可以用，但是至于商会那个陈老板，你可别忘了，他和黄埔军校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呢、啊、我们还不得不防啊。好，来来，感谢月白兄提醒。堂堂一个庄主在这里等一个小茶壶啊。我问你，高云飞跟吴月白父子到底有什么关系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但我只知道这一个是你的叔叔，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静飞哥哥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好吧，我说真的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不过我可以帮你打听。你打听完了尽快告诉我。嗯，喂喂喂，如果这事情是真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这广州城真不是我该待的地方。
混账！我每支枪交给他50大洋的佣金，那我要是进10000支枪，就要交给他50万大洋的佣金了。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敲诈！阿弟呀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笔钱是省不得的，现在都在等枪呢。陈会长说，找他堂兄，让他去找找粤汉铁路的那个许参谋，从中周旋周旋。听说那个许参谋在孙中山那儿说话还是有点分量的。那位许参谋不会白出力吧？你看看，每一个衙门都要层层剥皮，我们能不成立商团吗？谢谢你这么晚了还来告诉我这件事。如果真的像高云飞所说的，许参议也参与其中，那事情就难办了。因为他们俩兄弟跟保罗挺都很熟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该怎么去汇报呢？那不如啊，不要去汇报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答应过黄师傅的，我不找高云飞拼命，所以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。我相信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跟他合伙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的意思是先放人后抓人。这应该叫做欲擒故纵。其实你放心吧，我不再是过去的小茶壶了，我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鲁莽了。你的这些想法跟你的姐姐沟通过吗？我跟她说过，但我没有把我所有的想法告诉她。我是江江的男人，我姐姐身体不好，我不想让她承受更多的痛苦。话是这样说，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姐姐和高云飞毕竟是夫妻，在爱恨情仇之中，你姐姐到底是怎么选择的呢？我想根本不用去考虑，一定是复仇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睡不着。你是在找玉箫吧？我看你到处乱放，怕你把它砸碎了，就把它放在枕头下面。但是这么晚了，还是不要吹了吧。我没想吹箫，我要去喝水。难怪你拿着拐杖呢，我去叫安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你别以为你的腿稍微好了一点就到处乱跑，医生说了，这个病会反复的。我没病。有时候我看你拿着这根拐杖，我就在想一个问题：如果这根拐杖在你手里是一把剑的话，你会刺伤我吗？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
不管你刺伤我还是杀死我，我都感觉是幸福的。白头，你的黑发。